候好未来价值百亿都不止，为什么现在51就要卖？地皮价值毋庸置疑，但是投入资金和时间成本太大，我没有想到，不如把资金放到更大的利益上。你为什么要坚持掌握叶兰完全控股？叶兰很重要。没错，很重要。叶兰能否攻克新能源汽车续航的问题，是以后新能源市场会不会火爆的关键。只有掌握了这项核心技术，我才能够垄断新能源汽车市场，更好有资本的虚假对抗。哟，想我了？你让我找的明星，我正好手里有两位，一位是娱乐圈的大咖纪晚来，还有一位是吴希尔，目前还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他被人称为清纯玉女，很受欢迎。纪晚来，算你有眼光，知道选影响力大的纪晚来，毕竟他……哎不，我要选的是吴希尔。